大家好，今天用黑芝麻分享一道美食。首先准备两个鸡蛋，将蛋清和蛋黄分开，碗中加入10克白糖，3克酵母粉，搅匀。加入100克面粉，鸡蛋清，搅成絮状。放入10克食用油，下手揉成面团。揉好后，裹上保鲜膜，醒发半小时。时间到，打开，放在案板上拍扁。用擀面杖擀薄。然后切成小块。锅烧热，多倒点食用油，油温六成热，放入小面剂进去炸，中火慢炸，筷子不停翻动，使其受热均匀。炸至金黄酥脆，控油捞出，盛成大约8分钟。温热的黑芝麻小零食就做好了，吃起来外脆里软，香甜可口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。跟着大叔学做菜，让家人开心过好每一天。我们下期再见。